有请第三位舞担吴昕。Yeah. 我来了。各位好。我的动作非常简单，因为我觉得前面两位呢，尤其是第一位，他的失利呢就在于说动作过于的复杂，已经在哭了，你知道海涛哥的。然后我这组舞蹈呢，就是非常的凸显个人的气质，然后又有点小甜美，又有点小清新，男生呢就是小帅气。它是一个那个非常简单的比心舞，然后我第一个动作就是这样。哦。第二个动作就是这样，第三个动作就是这样，我还能想到你第四个动作找到搭档以后你可以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我喜欢，就这个。Music. 好可爱、啊、一起来，第一个比心，第二个比心，第三个比心。那么准备好了，我的安定 pose 是第一个比心，快点倒计时，好不容易有人，快点倒计时。四三郑凯跟康康是对的，那我这组人满了，这这么就满了，恭喜我们吴昕获得了两名高质量的队员，谢谢，慷慨组合，哇，慷慨组合。